我现在来到的位置是长江二桥，到这边看一下江滩的水位在哪里。现在江滩是全线封闭，全部进不去，只有到这个二桥上面能看得到。下面就是江滩。都装到好，他都满了。可以看到下面的，你看下面的水全部都涨上来了，到这里来了。看下面，都涨上来了。再往前面走，看看。这桥上还是很多人过来看的，下了好几天的暴雨。二桥上面的车辆还是很多的。现在都可以看到下面。从这个位置看，看下面，看两个还有，看见这个水位，全部这里。这里这个位置以前都是水都涨不上来的，现在全部都涨上来了。这个位置到前面那个位置全部涨上来了。今天的天气还可以，蓝天白云的。
这个柳树全部淹了，下面以前的下面都是江滩，下面。往年的话水位都不会涨这么高的。就全部涨上了。那边就是武昌。